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吃酒袂搁干。一个风尘雨露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吃酒袂搁干。天哪看是你的阴暗，在恁家的窗哪玩是你的阴暗，在恁家的天哪看是你的阴暗，在恁家的窗哪玩。其实我生活较无好，我家己拢知影，恁拢了解我的眼看我的软弱，平凡的歹命的咱拼死做，哦，当作讲笑话。谢谢洪尚杰。好，马上请杨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尚杰，你真的好棒哦！尚杰今天唱的歌曲呢，非常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一种说唱的功能。但是如果我小小的建议，如果你歌词呢更加明显的，你整首歌的分数会更加高。真的唱得非常的好。你说唱的功力胜过了品艳，但是品艳的美声胜过你，所以两个是旗鼓相当，你知道不？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尚杰跟品艳，你们今天呢，就是同行者，
什么叫同行者？就是一起同行在这个比赛里面。然后如果你们这个阶段呢，其实如果你们最重要是学生哦，这个身份哦，你要记得，你跟别人最不一样，就是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室，就在这个舞台啊。然后这是很多人在摸索，就是说从一个现实的学校要进入到一个心境的、心灵的、属于自己的一个进阶的一个学校，就是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就每唱一首歌，就在为你们这个成长留下一个记忆，这个很特别。尚姐太帅了，我就是一个字帅，尤其你的吉他弹得很好，哎，那吉他 solo 很有 feel， 哎，非常有灵魂，然后。你现在这个样子的声音搭配这首歌，我觉得很有味道。然后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音乐天分的一个小孩，而且你很努力，我一直看到你很努力，一直在突破自己。然后我也感受到说你在歌唱上面其实你也下了很多苦功，你的共鸣啊什么都现在都是慢慢的往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发展当中。那我也很期待你未来慢慢蜕变成一个越来越有样子的一个歌手。好，那今天真的在台上再次看到你跟以前那个五岁的小尚杰到现在，你看才过个几年，好，一个我们在我们面前这样一个慢慢的一个音乐天才的小孩子就慢慢长大了，好，真的很期待你未来越来越棒，好不好？好，尤其你今天这首歌，我要讲你的那个口气的拿捏，我觉得你非常的抓到精髓，就是很有这个诠释的能力啊。好，越来越棒。好，那当然你来真的给品彦一个很大的威胁。